九场跑一千米，四只马赢过15.63，隔晚大热门是八号。隔晚大热门上一场跑第二，十号咧就系叫做着灯，几好啊！上次第五，前次第三，六次赛绩一个第二，一个第三，两个第三，一个第五，一个第二，两个第三。两个第五，着灯骑师系希威森，杨明伦呢一场又有啊，有只梁区好友啊，冷门嚟嘅，12号梁区好友36倍，系啊，嗰啲人啲人喺前边喺度搞搞震喺度啊，即系。收慢佢啊！你望我，我望你嗰时，你咪即即冲上嚟，劏晒佢哋。12号为民除害啊！真系杨明伦，今日啲华将都好似唔多得咁啊！真系12号嘅咧，就系、是、叫做梁区好友杨明伦，档位就靓啦。档位唔多靓喎，呢个直路咧要啲十几档嗰啲先得噶，即系好似啲幸运之神啊嗰啲啊，得心之鱼啊嗰啲咧，十几档嗰啲先好啊，先好跑。13号仔叫做精彩勇士，精彩勇士咧就六次赛绩有两个第三，但近期啊11.97咁样，近期赛绩唔好啊。13号赢过本路程啊，梁家俊骑嘅八档。得心之遇36倍，得心之遇一个第九，一个第十，14号艾兆礼13档，呢、這个档位就好啦。不过佢冇赛绩过呢个，仲连续两次咁厚。啊，而家呢个嗱揸住个平板电脑喺度跟住佢，呢、這个就系 Nick 哥啦。14号。14号咧就系冷门嚟噶啦，好冷啊！呢啲应该14号，一上咗马啦，1号紫色衫有个红十，有个闪电嘅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叫疑心星。疑心星六次赛绩最叻第三，有两个第四。布文啦，今日已出嚟骑呢只话布文，11号疑心星。2号仔咧就叫做麦道朗，一个第三，一个第四，一个第一，好好嘅英雄豪迈呢只马，近绩好好嘅。但系2号仔嘅本路程系冇嘅，冇赛绩嘅。上次成绩好嘅咧就系2358，其中5号系 win 咗出嚟嘅。3号咧而家见到呢只叫包装伯乐，而家系大热门，隔晚大热门就系8号，现场大热门就系3号。4号而家拖住佢咧，叫佳二马。佳二马咧就系潘顿10倍，等下睇有冇飞落啦。新马初出嚟嘅呢只5号仔，唔系喎，4号先就系喎。5号咧就系攻顶嚟嘅，上次赢咗出嚟嘅，而家影住呢只啊，即系话只4号先至系潘顿啊。5号系巴杜。4号咧系新马初出有9倍，5号咧就10倍，攻顶上次赢咗出嚟，15.613系赢过本路程，但系13号系冷门，5号系10倍，15系只6号有啲飞，6号咧就系不可挡，12号38倍嘅呢只马，杨明伦。梁区好友
十四号德心之喻呢啲明心之喻嗰啲衫嚟嘅，呢啲35倍，11、12、13、14都系冷门嚟嘅。Nick 哥要3号、5号，3号包装白落系咯，3号而家系热门，5号就系攻顶，上次赢咗出嚟嘅5号有10倍，13号咧精彩勇士就系冷门嚟嘅，而家嘅1号仔疑心星。我揀3号、8号，8号咧就系田泰安，8号咧最叻第3名，3号咧就系。上次第二，前次第一，包装白鹿周俊乐7档，要周俊乐同埋呢个田泰安。而家有红绿灯嘅咧系10号、3号，3号系 win， 红格10系位置红格，10号嘅位置仲热过呢个3号，就会有信心啊呢啲嘛。10号咧就系、是、希威森骑嘅着灯，12档几好跑啊！12档啊，出到闸就有机会啊！上次第5，前次第3，10号而家就冇咗红格啦，得只3号有格，我要3号、8号。唔系，我要8号、3号啊，唔系3号、8号啊，我买8号行先咯，我要田泰安行先，14档。5号都好多人关注嘅，5号就系攻顶，5号啊，虽然12倍，但系佢赛绩系好好嘅，1、3、1、9、3、6咁样，连续3次系1、3、1。已经入咗噶啦。另外咧，比较细粒啲嘅加2码不可挡，仲有一只洛飞精彩勇士啊！好啦，跟住轮到只着灯，顺利1号码疑心星亦都搞掂埋，跟住系攻顶精彩勇士。得心之餘，包裝白樂入正2隻加州德智，同埋呢只雜商咧，上次就麻麻地嘅幸運之神啊！好，第9場賽事交俾雜前。打埋只幸運之神，全部馬不準備妥當9場賽事3班1000直路，隨時起步。大熱轉咗10啊！隨時起步啊！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馬咧，中間位置精彩勇士快過咗不可擋添啊！走咗幾步啦，不可擋啊帶翻出嚟啦，包裝霸落第3位啊，咁啊藍白橫間3嗰只啊，外欄第4出閘快喎，幸運之神啊，中檔第5仲有著燈啦，咁啊入邊走咗上去嘅馬有隻加州德智啊，咁啊再中檔太陽星啦，外欄淺藍誒呢、這個淺紫色衫咧，仲有德心之餘啊，中間位置紅衫大面箍嗰只英雄豪買啊，後啲嘅馬疑心星兩區好友加影威風啊，攻頂向尾二喎，加2碼就爆尾啊，好啦跑咗。一段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咧就外欄位置有呢只就不可擋啊，響入邊追，咁啊見到呢只咧就加州德智上緊嚟，外欄位置上，咁啊仲有呢只幸運之神啊，中間上咗少少嘅精彩勇士入邊啊著燈嗰啲馬，好啦，最後100多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係嗰只加州德智啊，咁啊入邊上嚟有著燈啊，中間有精彩勇士入邊英雄豪買，外邊咧就不可擋，接近終點著燈贏馬，跑第2名係加州德智啊。
第三名埋面英雄豪迈，咁至于第四名噶嘛，精彩勇士同埋外边嗰只不可挡咧就相当接近啊！结果今场赛事呢只加州德智以为出咗嚟先，但系埋面嗰只着灯临尾将佢赶过咗啊！第三名埋面追上嚟系英雄豪迈，第四名精彩勇士同埋黄衫嘅不可挡需要影相。十号飞到马到十号。七号咧就系叫做加州德智，冷门嚟噶喎七号。十号、七号、二号，二号系英雄豪迈，都系冷门嚟噶啫。七号好难买噶，七号跑过一次，跑第尾嘅。咁只十，咁只叫做咩啊？幸运之神今次出闸出到啊，都喺前边，但系都系唔够跑啦。咁而家咧就十号咧就系着灯黄色，黄色就嘅喺呢度十号啊，呢只马赢得。三号咧就系包装白狼啊，即系呢个周俊乐喺前面，喺前面争嘅。呢个田泰安喺呢度啊，曾经试过冲上嚟嘅，有一席位咁样啊，但系啪啪下就冇力啦。咁睇法呢只黄色就啦，呢只叫做着灯穿插而上，冇几耐就过咗只二号，过咗麦道朗，然后就过埋呢个七号仔嘅何泽耀。何泽耀跑第二都系冷门嚟噶，呢个只七号好冷啊。七号冇赛绩又冇近绩噶嘛，又过千蚊，又过千蚊 Q， 连续几场，一场六千蚊 Q， 一场一千蚊 Q， 每二号仔就二号仔就上次成绩好嘅，但系都好难买嘅，只七号特别系只七号跑过一次。跑第十三嘅，而家第二次出赛可以跑第二，真系所以有长足嘅进步。